包含了我们连接都想对他也喜欢，想爱外喜欢，连接对他也喜欢，想爱外喜欢，是这样的喜欢啦。方圆三步五行，这人的光环球，啊，这是那个光环球，就是消遣，我们就是消遣。那个方圆是消遣，我们要来消遣。那来看，比如说那个对调。即是在想看突破，是咪来？那你每一日啊，我们安排，你每一个人的能量，弄些天分吧。后面我相信我们进入了天分班，那你心也慢慢起来，那你心也慢慢安定了。这个是咱各位之前心灵的练习。我嘛想讲，咱每一个人特别。我爱吃摩诃，那叫做摩诃的东西，那叫做马蹄的东西。啊，我是想问你们啊，哈，我是想三个，是既然有想要吃的都无的，但是咱三个吃马蹄没有心，啊，你们心里没有心，那那是各位，那是干，是各位是干，啊，是不是你的心里没有心呢？因为我接到了咱南昌的南昌大天公司发的，伊讲众生普遍，自心众生普遍是佛道，自心烦恼无尽是佛道，自心观自性法门无量是佛法，自性不得无相是佛性。这两座南昌大天公司的，哎，这部分看到他阴心的。引申来啦，是信仰共鸣。这个要想关心，是共鸣哈。关心不是共鸣，是众生普遍是佛道，烦恼无尽是佛道，幻无量是佛法，无得无相是佛性。因为佛谈里面的主修，伊讲哦，众生普遍是佛道，更能以这个主心、主业心呐。那观世菩萨呢？我出门，你能观世菩萨，那是达到静定境界。当然，我们一见是个好啊，因为修行，发现我靠的众生他多金，众生的多金，以修行的观世菩萨就是变得满足，乃归我们先定好，发现众生的好，伊就一定众生好，没有众生，那你好不到。所以呢，你一个救心的逻辑，谁不晓得？那么咱们关键菩萨已经心达那个功德了。虽然那么在逻辑，可是你已经心修达那个功德了。烦恼无尽是文化，那么咱们已经心在那里被砍掉了。这个烦恼就破不起破，不能讲也实现，安乐无碍。别家问题、家庭问题、朋友问题、亲戚问题、社会问题，然后利益问题，都有作些无用无边，甚至家庭问题，甚至无用无边，把人烦恼的灭去。但是观世菩萨，伊在讲，伊离伊就很淡定，这无比的烦恼，我一开始，这烦恼都是粪水，对人的心情是变化好多。观世菩萨讲：“讲、这个法门无量寿，法门就是讲无量无边的法，贵以信念，贵以行为，贵以菩萨，包含了无量无边的法。这个无量无边的法，是别敌人的行为，别敌人的念，所以讲它包含法，无法到那个保持的心，这个心念的法以为啊。”所以，咱们定安的这新的定气，这个法我就开始就考虑。那你刚好刚才讲到某个，那哪怕别人用一次好便宜，不一定不一定留啊。但是，一旦你心里的话别，那五脏水呢，不等的好便宜，不等那些以心里的好便宜。可是，谁跟你讲，用不用完了就？有的有点自信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
不得无相是小代志。即、这个不得无相，就是讲，咱要每一个人拢来处理伊个世界。咱大家等等，用西方极乐啊，方来归真，是毋是咧？教导社会，哦，甚至当中，咱人人等，用这个等西方，都把它有一个西方极乐，欢迎马来西亚，不是马来人，是泰国人。泰国人是咱们四族，用咧做，用咧咱请西方来练，咱请的是哪一边？一个小白的，一个粗的，但是咧，你讲太空我查过，我是叫粗的哦。但是咧，非常来对咱讲，用平时做咱用啥？你看咱们做哪位？你做哪位？那我请问你，工业那边做的？工业那边那边做的？你那边做华为那边做对不对？你做中国华为那边做对不对？啊，那边做的是怎样？是实际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做股票那边那样子，做实际上错误，那观念偏差。那阿个我请问诸位，王永庆有钱无？嗯。我睇有钱无？一年年得来我做股，一当时一讲，不过吼，那得我用一千，我三千几个在生，那不是千五百个人叫我过，我后边加班上千五百个人过。有台我不知道是邓的，他不干什么邓？现在穿真心理是啥样？要比较细微。况且呢，那做客不用细腻，就是马上过完年。哦，有人话，你钱唔少个，你是你钱就是你钱，但是公平大家唔做，我请你。再生，哦，再生。用他们也好，用老的好，用怪的好，用什么都好。那我们是怎样？是地方方便的，趁差些钱。但是市里当中，那叫人家买什么？这个物件，看，你那花时间、钱在你身上了，吼。啊，你花好些等来吼，你还不如不干吼。你那钱是我多少？你是想我是那钱多少？反正你老爷老太太是不好的，我这是我不会。我们哪边的工？你现在他来、到来、怪来、天来，以及细节要对使用者工业，是对使用者来的。各位，我讲了何必？你那讲好嘛？工业是用修来，不是用做来，不是用做来。啊，但是因为太不用做，世界上没钱了，世界上没用做，他不管，还要交。啊，所以世界人不是为讲换人做换人包，啊，到一个新人，换人啊，换人，换人世界的换人包，有影嘞？阮爸吼，在世界这一时，四年我做着西工吼，都甲请回先做着工地吼，啊，甲你请不好，是不是换人换人包？啊，四年的应答袂对袂，所以讲是在世。并且他看事物外面好，这个独立的人工，但在生产方法选择，看事物的不是你。你做工业嘛好啦，你做西工嘛好啦，你爬起嘛好啦，你做哪样好啦，你讲不是毛病。我想讲中国人的历史，动物变苗的基础上的良心，人类的苗的基础上的体验情况，人类的苗的基础上的体验。叫做人民关系，动物的苗都是操作的氧气，这样子，你不要死，但是你一起嘛，他们计较我这钱，计较你爸妈，计较给我们的操作的业绩，这条生命就是你们爸妈的钱，计较给我的钱，别辛苦，但是你太太，我们再怎样，别辛苦你们的操作业绩，计较我。两万块，好嘅，叫你家太太，我俾你拜天公，我俾你拜老，只只姑娘唔错，你请，有得你份，有得你。你讲你生这个人，你家太太咧，你家太太咧，阿爸我先好你，阿爸阿妈呢？阿爸阿妈人，你爷爷太，那你叫我代表自己说一句，你爷爷太，
你嘛爱怕死的，所以你袂当掠人。来讲，你我太太的，啊，我也是要讲，我也是想要有点对方的点杀气啦，你错了。但这样是一种的不合法，但是咱来怎样？咱人伫这个世间所做的妙文，所做的功德，是用天天来的，所以叫做人缘关天。除非讲人较好，唔着天做对话；人较好，唔着天做对话。无事在天，啊，心事在天。所以人无叫天地，后面都会讲，天无叫大事。人无叫天地，天无叫大事。所以今天咱个人，咱个命运操作有天，对着天无关系。人咧做天咧防护，基础上就有些辛苦。但是咱世间人，我比说，第二次，第二次，伊就讲到，虽然讲是修得很多功德的事，修得很多善用是对你是善事，对你是善事，所以是因为咱做业不外道，而且随时心不好，随时心变成代表，你的心喜欢创，你的嘴喜欢创，所以时至老。修得得对这个简单的基础，修太多了在啊，别人会那个吹太吹太盖的啊，不要尝试。这里面吹太盖的，但是因为咱这里吹，你修得的爱修的就是修气，所以那就得来功夫。世间的人爱有浪漫理想，是讲道理的，爱有眼光。对于任何一个人，爱有一样样，爱有人，爱有这事，爱有这事，这种叫，这叫有一样功夫，得叫有一样这事，那个心酸。咱这世人，为少年到老，咱刚刚光明的人，咱刚刚这里说，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。现在只不过一人的指标，咱就没有。咱个烦恼，所以呐，咱贵气，咱个做人来讲，主心就心，无边心。主心，你讲你叫心，讲你叫心的就心，你是不好好做心。咱叫心，我想是啊，好，只要我喜欢，我咪讲那很多话。我那话是不答应，以前那不客气，我本来啥心啥意，啥也不。后来他就跟人家一个大大行为了，不，然后一年设置四万而已。你不明的时阵，是不是看看你会往哪出来，往后出来，看我实际会往边出来呢？先生，一年一中国人的是一边打告一年，一年我边边排队要排到二，所以我用的中国刀给你用来跟我打，唔知我你给你家己形象。这个水扩出来，水就热了。今天不热了，所以不热了。我的耳朵关闭，不热了。我那个耳朵有有关闭，那个把我看出来，是按照那里讲的话，咱都冷的，发汗，这是因为你心里想的。你心里想，你心里想，一定有重要资料，不会被炸，也被爆炸，你还避免了。你的主观讲出来，就是代表你的心，知道没？你讲出来会出派，做出来，然后做出来，做出来一点了哦，然后做出来跟我代表一下，你看，八公，做出来人家就啊，哦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因为，主义内心的一些重心，所以等一线有点指标，拢内心只要重心。当你讲到的，这是你内心的东西；当你做的事，这是就是你内心的东西。以前外口的人，你做的代志，他比自己不管得了。虽然我是外公，你若内心世界做一出，靠你外靠做一出；你内心世界人做一出，靠你外心外世界做一出。安怎讲？就是讲，一直念内心世界，一所讲的要求的，真正要讲，关键何事？
一直绕来绕去，心想：我靠，这样，一切一做对他做对，一个酒店他妈做对了。好，他弟弟那是要管你哦，他弟弟我是要管你哦，你老我靠，这样在做我们是第六步，但是你跟你现实太远了，还没达成。啊，真正有关键，这是什么属性？要修道，就是要修内修色啊，这个心，这个心啊，修无多少。咱若讲我修多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修到十八年，啊，你会，因为你有修养，你有改变，你有心中有改变，所以就因咱就怎样？修道就是真正要把你内心世界，即个众生，即个众生，把修哦变成菩萨，把你内心世界，你不烦恼，你不烦恼，因为你众生有烦恼，无众生有烦恼，有烦恼，就是对你内心众生造化，这点点的，所以到处为烦恼，自作自受，自作自修。到这个就是说，该弄该做，该弄该修，该弄该好。不过我们也经常抱怨，该做该修该抱怨。但是你做什么别那个，阿弥陀佛，我阿弥陀佛在供养我，阿弥陀佛在做平台，阿弥陀佛在安呢，是不是？阿弥陀佛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能便宜，阿弥陀佛能便宜，这是修人阿弥陀佛。对我们的地位一定要强调，把那个自信心给它公平，把那内心世界去化，给它变成公平。那他那个叫那种反正那种自信心，啊，第一啊，个别标签给它耗掉，考虑转输了哈，还想说啊，年轻又五号啊，又可怕啊，不行，轻易，所以第一啊，不想跟啊个个别好。很好啊，那么这说在整个的经济地方，经济地方好，那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目前我们前到抽，坤到抽，安在此一节，谢谢。